在一日圆满落幕。本届红毯主持人陈明珠与黄伟晋也在网上获得不少好评。首次担任红毯主持的伟晋在出场后就立马在 PTT 上掀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，其中不少人相当惊讶，原来伟晋这么高，也认为在红毯访问时要一直弯腰好像很累，称赞他很敬业。同时粉丝们还发现这一次主持星光大道，他似乎有把声音特别拉低，而且口条跟台风都表现得相当不错，就连他穿的黑色西装也被网友们频频夸赞，认为衣服剪裁很有个性，整体看起来利落大方，又不会过度抢走红毯嘉宾的焦点，认为这一次的主持实在表现得可圈可点啊。you